德京的碰柑今日三季今年受到风灾影响，产量减少两成左右。目前产地介绍，每一斤依照等级无同，是20块到50块不等。来到德京浸碰柑的果园，果农林芳琪就是进行采收。特别是伊所栽种的碰柑是用牛奶、豆奶来做肥料，虽然成本较悬，但树种若照顾了好，碰柑品质自然就好。鸟来哦，是豆浆类发酵吼，熬个金箔用长落水安尼啦。就是现在进入碰柑出产的季节，而且德京栽种面积高达770公顷，是嘉义县境内同齐的一个乡镇。因此，乡长王坤宏大力促销，担任代言人。德京碰柑的特殊的好处就是讲伊真碰皮，有汤汁真好吼，佫甜吼，所以讲咧吼，食这碰柑，大家拢知影对身体嘛算真好的水果吼。每次到竹崎哦，我最想要吃的水果就是柑橘啊，因为看起来就是很饱满，而且看那两个叶子这样子哈，整个这样结合在一起，我觉得很漂亮啊。当然是在柑橘也是更漂亮哈，能够在柑橘也然后吃到哈，就是马上可以栽种，在马上可以采摘的水果，我觉得那是非常的幸福。各农林方市表示，今年柑橘类的水果因雨水含日较充足，品质拢袂歹。27到40，25到30，23到20。德京乡长王坤宏表示，14号、15号将在德京清水公园举办柑橘季农特产行销活动。乡长王坤宏表示，今年因风台侵蚀关系，碰柑产量减少两成左右。虽然介绍有小夸起，但是来到产地选果应该会较少。欢迎民众来到德京品尝碰柑。欢迎来个爷爷干妈，干妈！新闻控制红德京乡采访报道。